这么巧？你认识我？李曼璐啊，全世界谁不认识你啊？自拍一张好吧，自拍一张。你干嘛的？记者？我是个导演。那你都导过什么呀？导过什么得看您写什么了。跑堂的就跑堂的，你说那么啰嗦干嘛呢？这故事好，投资五六千万的样子，在鼓浪屿拍，对，配上一段悲伤的音乐，票房怎么也得十个亿吧？真好笑，好笑吗？